我就没说了，哎，结果真正日本人未到南京，这唐僧之一个造诣啊！哦，我就直接转去，是怎样？咱顶礼拜在讲，咱要研究一个历史的大谜题，就是，蒋介石四百几万的部队，面对共产党的小米加步枪百外万人，四当江山规个无去，到底怎么输的？这么伟大的领袖，这么了不起的伟人，是安怎输到痛苦的？对，咱讨论到这嘛吼，除了贪污腐败，这已经中上侪啊，吃兵虐兵。另外呢，无中心思想以外，我发咱特务官发现一个最重要的物件。第一，伊边边国民党内面搞小战的，但是唔是蒋介石这派系，伊拢甲你牵制，让你没办法打仗，军火军粮不给你。另外呢，伫国民党内部意见无相像的人呢，甲你抬，逼甲你走投无路，最后变共产党的人。用以香港来讲，香港迄阵有民主派的人士，民主派的人士呢，内面有共产党的，有国民党的。啊，当国民党内面听国民党的人认为蒋介石是国民党的败害，一直在写文章来批评的时阵。蒋介石派军统局的人准备要台赢，台死一两个了的时阵呢，周恩来派一只惠准，半暝把这人全部再造。这群人原来国民党的人被逼的，只好所谓的投共哈。这伊的江山似水，苏西安呢？另外再有一张相片哈，这里面这人都赫赫有名的，这是何应钦呐，啊，这个白崇禧，白先勇老伯，对，白先勇老伯。啊，另外呢，孙立人，后边这陈诚呐哈。白崇禧是贵系的将领，国民党内面不是跟他讲忠正而已，贵系的将领。结果呢，伊伫中国甲共产党战，无当半的时间，伊几十万的部队死了了。然后呢，迄阵李宗仁已经走去美国啊，蒋介石这听这个白崇禧呢，走去投共，伊就改讲健身兄，好，白崇禧跟白健身，健身兄，军事上我没有你不行，赶快来台湾吧。这个白崇禧雄心也都招来台湾了。招来台湾的时阵呢，伊后来较知影讲，伊原来是军统局暗杀名单排第三名的哦。啊，伊招来台湾的时阵呢，一直到1965年，李宗仁招去中国的时阵，这个白崇禧讲一句话讲。德林投共，我已经没有脸在这个地方了。结果真正蒋介石讲，好啊，这李宗仁走去中共那边，我要找个人来这一集。以命令那时候军统的头子叫谷正文，讲把白崇禧杀掉，做得干净利落。所以呢，这个两届，一届是伫山，伫花莲咧打猎的时阵呢，把迄个铁轨缆车吼用个过桨，车要并去山坎的时阵呢，白崇禧的部下呢，甲白崇禧杀出去，啊，剩下拢杀死去。白崇禧就知影，啊了后呢，伊到晚年时呢。加一条一个护士姓张，蒋介石派谷正文去搞医生讲，他现在需要好好的补一补，药量加倍，加重一点，应该硬补补到马上封死去。所以讲，白崇禧来到台湾，蒋介石照常给你抬，都这类人，他的眼中其实没有国家设计，他自己的宽心呢。起码变白先勇唔在乎出来无哈。谷正文哈，咱讲的谷正文，谷正文就是伫1996年总统大选。在林豪的阵营内底出来开记者会，讲当年我审讯李登辉，板凳李登辉是坐1/3、啊，那个老军头，你看谷正文手上到底背了多少人的人命哈？已经蛮细啊，已经蛮细啊，伊都没有写回忆录，恐怕这个人的手上可能是几千几万人，包括非常多的台湾人呐、啊。但是哈，彭颖，南宫蒋介石抗日是假，同样的，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是真吗？咱来看哈。因为大家现在好多人说这个所谓的孔宋家族套会贪污的这个问题，当初在上海地区，大家也知道说就是孔令侃有一间公司叫福中洋子，洋子江的，洋子公司，这拢你套外汇，在上海大家拢知，拢已经这严重的问题。结果有一天呐、啊，民国36年7月29号，迄阵在南京的《中央日报》，《中央日报》是国民党的机关报哦。他报道一则消息，讲吼，财政部要查这个福中跟洋子公司迫害进出口条例这条新闻。教立功这是后呀、啊，这等于是一个对上海人说，我们要查这个，我们要打真正的大老虎啦。对，孔令侃这孔宋家族官没下手啊。结果。结果是怎么样？我这本书吼是正宗书局出的哦，正宗书局是国民党的哦，这个作者王章林吼，嘛是所谓的勘舰队员呐、啊，就是蒋经国打老虎的勘舰队员呐、啊、吼，一共哦。蒋介石发现《中央日报》报道这个消息之后，他不是真的查，他去查《中央日报》公，那我就要逮起。光没被查孔宋家族，光没被查洋子公司，你哪搞报这条新闻？搞不要，你知道搞不要？他用什么做什么事情吗？他把《中央日报》的总经理叫李金孙啊，供他是共谍。
他是共产党，共产党要来破坏这个所谓的孔宋的名义，要不要来破坏就是蒋家跟孔宋之间的关系，所以讲迄共产党抓来清算啦。所以你来看，给讲吼，哎，打老虎是真吗？孔宋不敢办呢。我补充一下力宏这个哈，那时候不是设立那个公司在套会吗？他这边就做调查，八个月赚了多少钱哈？赚了3亿8千万美元。那时候整个中国外汇的88%，3亿8千万。那时候不是说杜鲁门说他偷了多少？7.5亿美金。哦，你合起来就十多亿美元，那个时代的十多亿美元哦，12.3亿美金。对，那时候因为这个民怨太多了，所以国民党又开始做调查，于是所有中央日报这个事情出来，后来这调查报告跑到中央日报那边去了，让这个所谓蒋宋美龄知道了，非常生气，去关切这个事情。蒋中央日报把这个调查报告这登出来的时候，蒋宋美龄压力来了。最后呢，中央日报怎样呢？就把孔宋套会的数字哈，把小数点改了一下，好，把几个小数点漏列，套会数字从3亿一下降成300万，也就是在中央日报上面的登出来新闻是说是套会300万，可是实际上是3亿。好，跟大家报告，我嘛走经济，我嘛读经济吼。1935年呢，12亿3千万的美金呢。好，即嘛是2007年，就是72年前的12亿3千万美金啦。那我出估啦，至少要乘以100倍啦。可能不止。等值啦，至少啦，好，我讲至少啦。安尼就1200亿啊。1200亿美金啦，讲好。哎，安尼是偌济钱？安尼是3条蛙啦。三条蛙是偌济？就咱中央政府总预算吼，两年要够。那个中国时报来消解被偷窃的国家。哎呀。哦，哎，偌济钱？哎，开讲吼，迄个公园3000年把它开了。下岗偷窃国家财产呢，是国民党呢。你讲你今摆你物指别人。是是，来，我们先休息，进广告。